我是千鸟。今天要为大家带来这个 GTS 单人快速赚钱法第三版。最近因为身体状况的关系，其实是在休息中，所以我没有在做影片。今天早上我在群组刚好看到这个东西 ,1.06 版的可以用的单人赚钱法。所以就赶快来拍了一个，还好这个不会太难拍，一样是选这个牛宝林24小时，然后挑个你喜爱的时间吧。车辆选这个 MX5， 挑个颜色，基本上跟上一次差不多，竞赛类型圈数。一圈20台车，起跑排位最后，这个动态的间隔可以把它调短，这样就可以少开一点路。后车加速5，其他部分不动。对手的时候这个改成 GR1， 难度调到专家，这样一样是14万1000，就可以开始。驾驶选项这边依照自己的喜好去调就可以了，不调也是没有关系的。开始之后，我们把车子开到 pit 前面。不要快进去哦，停车的时候把车头朝外，然后让轮胎压到白线上，之后下车按着放在这边等。一段时间之后，你就会被判定放在外面，所以它自动把你开回来，这时候你就会变成第一名啦。虽然没有像之前的那么快，但还是蛮好赚的，不到1分钟就可以赚一次。那我们这一次的赚钱法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然后我大概在一段时间就回来了吧。